我都要做后房。后房可以找家里，奶奶说。啊我不是假笑，我呸我呸我呸呸呸呸呸！叶少峰，你真假是超级无敌世界宇宙 baby 龌龊、肮脏、下流、不要脸的垃圾咪呀，刚才来过的就不会变笑。我下面更笑，我下面，我下面。是安那起哄当作是精神病患共款，叫人绑起来啊！这台电梯是要去倒位？是你的电脚！你来叠下，因为我忙着你们过生日啦，我来请疗养院搞我栽培回来，跟你做伙 party， 惊不惊讶？开不开心？我搁替你准备一个礼物，好你吗？好你吗？擦擦擦擦擦你吗？你讲话把我清气的哦，会甲影响抬高？我是惊你影响阮囝抬高。我呸！我呸！学宝炸的，让你两个人尬派啊！既然来啊，离婚协议书签签的，签了就出去。我今麦不回来，叫我要先吃鸡卵糕。哎，慢一点，你白签，你还是白签，我是为了钱的想法，给你送去精神疗养院。到处拿起刀。我就要签。得啊，这个人哥，你应该袂搞我惊起来哈！我你是专工来装笑哟！我唔是假笑，我唔是装笑，我是真笑。你袂记得你把我送去疗养院进修哦？原本我是精神耗弱，拄到你算是精神丧失。多谢恁啊，给我一块这么大的免死金牌。囡仔是恁的生日，嘛是明年恁做吉的日子。你妈别讲话哦，精神病患和杀人伤害，嘛是监护起的啊。你走未去啊？你先烦恼，你家己敢走未去吧？你是精神病院人，要来抓你啊！快开门，快开门！快走开！是我报警的，我无可能公家去公办，麻烦人是你叶少峰。啊！叶少峰，你救救我啊！台湾主持人，你今天替我伸张诚意啊！不要派人声援我啊！不是我，不是我，怎这么乱乱啊？雪莉是证人啊！爹，我要告诉你，外婆讲话袂当听啦。你紧家己抓去警察局，我会叫记者去警察局甲你去。我会互你七三六拍，互你永远无法脱接受大业集团。啊！我跟你去。你对我去，我就乌有啦。你较巧了无啦？叶少峰上要紧的是家己，你搁听袂出来？你的智商真正有够低。我就不要紧啦，伊用捏面以后，就无得阁骗你啊！张小玲，我袂和你乱来，我嘛袂和你搞阿你阿高高低啦！我呸！我呸！我呸呸呸呸呸！叶少峰，你真正是超级无敌世界宇宙 baby 龌龊、肮脏、下流、不要脸的垃圾咪呀！刚才来讲的是袂见笑。小玲，跟着滚住！
我到左房，我房间张嘉玲来了厝，我过去给我叫警察抓去。我讲叶少峰不是爸的亲生后生。嘉玲，你平常是无头无势，爱着准拄煞，今日是爸做记，你不通乌白乱讲话哦。就是爸做记，妈搁咧骗爸，我才会想要把事实讲出来。你一个白贼话讲到遐尼久，讲到连家己都相信，想袂到总有一天会去用突破。嘉玲，你讲小凤是文创亲戚的，你敢有证据？妈，这就毋是事实。伊要去倒生证据啦！我若把证据揢出来，你就爱甲伊吞落去，敢无？哪会唔敢？好好好，我着看你的脑有偌深。家己看，若是少峰是叶家的子孙。是安怎伊甲爸做诶亲子鉴定无符合？找一个护理师，现在印一张纸，就要甲我抹好。妈，这根本就毋免看，相都相不相信。我就知你的情绪会控制不住，无要紧，为着要让大家拢看会到，我有印足侪份的。来来来来，大家拢。少峰，卖看啦，少峰。这是国际有名的 DNA 检测机构做的检验，绝对有公信力。妈，你是要先把证据吞落去，还是要先解释？这两条狗，啊！妈，你唔得讲，你讲啊！我是要把钱死的，我是要把钱死的。你来把个公虾，你都听下了。你当然嘛是你爸爸亲生的，妈，你当作爸拢袂讲话哦。你家己看，真的发怒啊！你有对不起文创心，我无啊，你搁讲你无，无哪会发怒？你讲啊！你是要爱我讲啥啊？一个是头壳歹去，要跟少峰离婚的张嘉玲，娶一个爱袂入门、家底无好的王雅慧，摕几张纸，你著来搞兴师问罪，安尼恁甲伊同款啊，死灰不分啊！阿姨，若真正有意见，咱莫有报过来为难伊，直接来去辩命。去辩伊从啥？大哥，若真正是爸亲生的，哪里歪染色体顶面，伊的基因应该跟少翔同款啊！咱直接来去病院做一下检查，后盖大家就无当地口话通讲。阿娘，你这么欢喜啊？你是要甲我讲水业界你个啊？我今麦是暴力业界。阿、啊、姨，人真正骗你，你真正叫好事起在哦。好啊，行啊，来病院啊，行啊。唔免啦，咱若无做啥物亏心事啊，小阿人讲安怎，咱就爱安怎。你无爱去。我同款袂予你留伫个业界。大家无需要为着这小块代志哦，拍拍感情啦。啊，我有甲圣基医院的医助请来，医疗设备拢伫个医疗车内底啊。想要验，随时拢会当验。但是验出来结果，甲阮再来报告无同款，
我会开记者会，甲恁分析嘞，当场切吧，安尼敢袂严谨？少芬，伊不是文聪的囡仔，伊不是阿家的表孙。文聪闯入你门，你说对不起文聪，你没见笑。不是安尼，妈不是安尼，我你一直讲我无名无份，到底在遮没见笑，结果你手还没握，搁无珍惜，你怎没见笑？你母阿囝今晚带我出去，我无想要看到你。小凤，我不是透过伊被污骂你。是条狗会被我骂的，我不是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你活不了这样？我不会原谅你，我真心的，我不会原谅你。而且压力太大，才做这种梦啊！我让你在这叫不起来，外面有人无？爸爸在家哦，你乖乖哦，对他咪归家，爸母尽力哦，一切平安无代志哦。这到底是倒位？我是安那叫我当作是精神病患同款，叫人绑起来啊？你讲的无唔对啊，这本来就是精神病院啊。你是律师呢，你应该知影哦，要脱罪上好的办法就是，制作家己就是病患啦。咱会当讲哦，你咧告我落这个病例啊，因为。你临时发作，才会开车去弄着人。爸，咱若是想要靠这脱罪，我以后就要住伫个病院接受精神病的治疗呢。我无病，嘛去让病到有病，我无爱。无啦，你听我的话啦，无更好的办法啦。爸，啊那无，你先给我放开，咱等下再去讲好无？小平，哎，小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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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早已送去了，真的，都打开给你拿下来了。你哪会无办法？这台电梯是要去倒位？咱不是要去地下室停车场，
你要带我离开这？当然不是。因为上街一站，不是停车场，是你的地家。你抓出来，你弄着我妈，我拢查袂着身。我不是故意的，请你原谅我。你跟我是要安怎原谅你？这就是你送我生日礼物。你敢不知道我妈让你害到我这凄惨？我抓出你到我家，是谁只有自己干的啊？想知道你的心肝这么两道，你好嘛，老我这一回，我就要让你老我这一回。你若是害我妈无命！